这是高雄的帕萨蒂娜餐厅。今天有一位法国莫夫吉的甜点大师要来这展现他的手艺。那有真好的食物，所以有真好的白酒。今天头家阁亲自出来讲，还大家听。许正奇董事长先跟大家进行一个致意，太感谢，谢谢。梦过了最重要的，就是说，台湾在2017年的甜点的比赛哈，第12年，非常不好啊，因为我们的比赛都要拿到第一名啊，所以我们把世界甜点比赛第一名的师傅邀请到这个地方来。我的目的希望台湾能够透过这一次的活动，然后让台湾的甜点能够提升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很好的哈，做甜点的人哈，如果女孩子就长得很漂亮，如果男孩子的话就长得像他一样，非常的帅就是他。然后到法国跟他吃了他的东西以后，我们就决定要邀请他过来。对，今天他的甜点是我吃过的甜点最棒的甜点。那待会儿各位可以好好的品尝一下哈。对，那因为到法国去看到他的餐厅，然后他的那个店，还有到他的家里，然后看过他的家人，我觉得说，要做出好的产品，他本身的一个家庭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培养，他是第四代的传人，本来他不接的哈。但是他的阿公在临终之前就接了，他应该要接，然后他非常的孝顺，就答应他的阿公说好，我来接。然后他告诉他的阿公说，我接了以后，我一定要拿到梦。对，所以他在36岁就拿到了梦。各位都知道梦是什么意思吗？梦是在法国里边的，他叫法国的工艺大师，是每四年选择第一名，然后才能够得到莫府的一个尊称哈。然后他会进到法国的总统府，那总统会授予勋章，然后授予你看他这个地方有非常漂亮的哈，法国的国旗，所以他的地位非常的崇高。我们董事长阿里耶老师，那我们一起针对在今天下午茶举杯成功 ，Cheers， 谢谢，拜拜。谢谢这个香槟哈是由开，现在开始要把甜甜送出来。这是帝王蟹肉搭配青豆泥。对。一道呢是在巧克力覆盆子白露华，它会进行一个展演。那也希望说大家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到往前来看观看我们在芳华送花精湛的一个厨艺。这真正是在有认真，各位法国带一个助手来。他说，因为今天是现场示范，那我们就用了一个就是削柠檬皮的削皮器做它。说在家里你们有可以用任何方式去做装饰，这是师傅的一个 idea。然后上面再放上半片的新鲜覆盆子。他说要品尝像类似这样有层次的呢，要挖下去。然后挖起来，你就有对这样的话就有多层次的口感。那从哪一个开始吃起？啊，任君选择吧。任君选择，大概加这个是刚他刚刚在做的这个。那个看起来哦，哇，中间那个是冰淇淋。啊，好，中间这个。做冰淇淋，因为熊爱吃。对。啊。叫马奇朵。包括你做好，比如说包括你做好，可能都要再经过冰冻冷却，然后又。安尼，刚刚食甜点就开了一两点钟的时间才吃完呢。